有新八点档女神之称的艺人张家玮，最近为了桃园跨年演唱压力不小。而昨晚呢，他去看电影舒压，还穿了一身皮衣皮裤，火辣程度跟电影的女主角有的比。Time to go to work。电影《霹雳娇娃》将在跨年前夕上映，首映会当天，艺人张家玮跑来看，超有诚意，一身超级劲装出现。看板前大劈腿，除了黑皮裤，还特地搭了运动背心，不止超级时尚，火辣程度也直逼电影中女主角。其实我之前就是很喜欢玩运动这件事情，然后就是尝试这些比较不同风格，比较再更辣一点的。但其实因为经纪人就是，希望我可以不要过多，所以今天就是有点若隐若现，你看得到，但是又看不到。张家玮维持好身材，靠运动，但接下来还有大考验，因为他首次要参加跨年，也已经加足马力练舞表演。第一次参加这么大的舞台，真的超紧张的。那唱跳也是首次的一个挑战，我觉得其实对于其他人也是一样，就是对于大家对我们的印象，会觉得说我们可能就只是一个演员啊，但是都不知道说其实我们也是可以唱跳的哦。出道以来专攻演戏，一直以来有新八颠当女神封号的张家玮，首度挑战大舞台唱跳，要让观众再看见女神实力坚强另一面。民视新闻郭南红台北报道。